农历7月12日，小红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资讯有：深圳手机品牌道格推出游戏手机 S70，搭载联发科 P23 6+64GB 存储组合，后置1200万+500万像素双摄像头，5500毫安电池，支持24瓦快充，计划在下个月发布。近日外媒报道，苹果内部暂时还没有 5G 手机的计划。iPhone 想要支持 5G 网络的话，最快也得等到2020年以后了。8月14日，珠海临边界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为10亿元，法定代表人物为董明珠。格力方面表示，该公司主要研发空调芯片。索尼近日宣布，为庆祝 PS 主机销量破5亿，将在8月24日推出5亿台纪念限定版的 PS4 Pro， 售价为3799元。今天据外媒报道，特斯拉投资人 Ross Gerber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他强烈希望苹果可以参与到特斯拉来，并表示库克很擅长处理那些让马斯克焦头烂额的问题。根据之前曝光的信息，爆料大神 VXKE 制作的小米 Mix 3渲染图，你们觉得靠谱吗？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点击关注订阅我们。你还可以添加公众号 VZU 投票留言上墙，掌握最新科技动态。昨天发起的华为 Mate 20渲染图的投票中，有 58% 的小伙伴表示把我丑哭了。极简又拉风。